然后我们可以再打一个手巧图。OK。就是，我搞了一些新图。忠臣不是二主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那真是太遗憾了。找个图，我们要不先来一个娱乐局，然后来一个难一点的，怎么样？作为一个顶尖的，先上手一下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。好，随意，只要蔡老板一声令下，这是个什么图？这个 Novorossiysk 是，俄罗斯除了那个克里米亚，和塞瓦斯托波尔之外，在黑海上的另外一个大型港口叫新西罗斯克。啊，就是这地图的中文名是吗？哎，我操，这图不能打！这图打不了，这图打不了。我跳了，这打不了。他们要的在同一边啊。河两岸东西对劲。这打不了。重来。那我们来个这个吧，我看到这个。
这个，就是它是一个难一点的手桥图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手桥图。还没看到，但是蒋老板说行就行。就他还是有点难打的，其实。嗯、有点难打，我换东德了。Beer head， 嗯 ，armor doctoring， 我用 joint operation， 那我们差不多每个人要守平均两个桥左右的方向。好。OK， 那我扛中路了。哎呀，上路。上路是蔡老板，那蔡老板，我和你的防区交界就在这个位置吧。希望你还希望打得到那个地方，这是 我希望能打到那个地方。然后 Daniel， 我跟你防区交界在这个地方吧。好的，我也就守到这一线了，其实也。OK OK。Daniel， 这个桥你也拿一下行吗？嗯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过去了。对 对， 对，因为我中路我看一下，我中路这个地方有一个桥，两个桥。对，我这个桥的位置稍微有点突出，我还得帮蔡老板上面那个有一个过人的桥也防一下。Daniel， 你站晚点记得回来，我们依托河流进行防守。啊啊！对对对，你看出这个中间有个河对吧？啊，但是这个点在河这边。啊，中路的点已经丢了，是可能得拿回来吧。对对对，中路我正在去，我正在去。老板的这个西德小车是有点溜，一向很溜。What?
我就帮一下蔡老板，我操！啊，我也派一堆机枪过来。啊，这一个。我操！我掉了一堆机枪，我操！找张钥匙。那个我捡，你捡，快捡！哎呀，原来你在附近啊！啊，没关系，都是自家人。我操！兄弟们，我可能要重开。啊，怎么了？你有事吗？啊，我这里稍微他喵的有点崩。你是在哪儿？是中路吗？是吗？对。我这还挺好的。OK， 那继续打，有 Daniel 这句话我放心了。
我操 ，Daniel 的那个都出来了，牛逼啊！没什么压力，就在偷偷的造各种东西。牛逼牛逼牛逼！哎，我听到敌军战车的声音了。对，在中路，没事，这有可能 AT 在下。对面有迫击炮，好像，我就干他一下。我看到迫击炮阵地了。可以可以。我要跟你一起干吗？我这边可能需要支援一波，我先撤了。没事，你把你坦克抽走，你把你坦克抽走，不要紧。Daniel，我帮你前线开个眼。感谢。帮蔡老板防守一下上面那个过人的那个桥。
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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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谁前线需要开眼？谁前线需要开眼？嗯，没事，我自己有那个。OK， 蔡老板，我帮你开个眼。一个轰炸直接炸两个坦克，我操！我操！牛逼！牛逼！
卧槽，对面有彗星这种东西，不行，一定要帮 Daniel 打一下。啊，你也看见了。对。小四号似乎并不是他的对手。嗯，我有个四号正在去帮你的路上。可以的。哎，你四号退一退，四号退一退，四号退一退。妈，那个彗星呢？我操！没了，消失了。没看着彗星啊，妈的！电脑是不是作弊的？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中位啊？是吧？才25分了，哎 ，never mind， 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要跟他们死战到底就行。牛逼！结束了。哎呀，幸亏这个蔡老板在上路牵制了大量的敌人，还有 Daniel 关键时刻来中路抬我一手。对，我这边都没什么压力，可能因为我这边都战线一直在退，所以他们都不来打我。其实如果纯防守，他们如果各个地方都出击还是挺难的，但是我看到蔡老板一直在用右勾拳战术，就是边路突破，嗯，边路传中，此后苏联边防军频繁的出动装甲车、卡车，看啥呢？哦，那个珍宝岛是吧？等一下，我看看他是他有个名场面，就是。但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，这是个名场面，这那个说什么？苏联进行了一次叫做“有理的复仇”的军事行动。1968年，苏联实施的一次代号为“有理的复仇”的军事行动，突然袭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。这一事件直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调整。这怎么？兄弟们啊，有一个更怎么说复杂的图，随便都可以，都好说。这个图都好说，干这个图其实也是个卡桥图，干了都好说。
这又是什么地图？太神奇了！哎，我算是看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家这边这个图，其实我们要卡的是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卡这个地方，还有一个是卡这里，它中间这里是不通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看一下下路是谁，蔡老板，蔡老板，你赶紧去卡一下这个位置。啊，放心。这样吧，Daniel， 你卡上面这个地方，它好像有一个沼泽一样的这块，然后我去协助蔡老板卡下面。Daniel， 你把你机枪全都往上面掉吧，往上面掉，就是我们这把要分兵两路，相当于。好。他那个最上面那一把，其实是两个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沼泽，他那个最上面。嗯嗯，我发现了，很搞笑。我操，蔡老板这个悬崖站点牛逼！他就这么设计的，我估计是。对。其实没太懂。哦，你这边还要站一下，他这个通到沼泽的口，我不是，我左边都不用防了，就这一片。不，这里还有个，这里还有个，这里还有个。啊。啊，蔡老板，我这里修了个奶站啊。这没有，这没有，这是下不去的呀。我看一下，哎，靠，果然没有。哎，确实没有，我操，可以，牛逼。所以我左边其实根本都不用站什么。对，是的，好，是，的确是。对，那我就全力支援你们就可以了，好像。你那边稍微小心一点吧，我怕他们什么坦克大队涉水过来，我操！啊，你可以考虑，你可以考虑在这边这个悬崖上面放一队兵，或者放一个哨站，或者在这个悬崖比较窄的地方，就是当预警。
也没事，我这边有一处机枪，就是他们沼泽似乎只能从最左边过来，反正这个图就非常令人困惑。老板，我在这个桥的这个，就是桥的两侧都有奶站。好的，好的。对面有炮兵在薅我们是吧？
妈的 command point 不够。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需要重甲突破一下，我出一下那个。我憋一下豹子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嘿嘿，我这修了个碉堡，打退了人了。啊！哇，牛逼啊！我操。对，这边看到人了，刚才。Daniel， 我觉得你要不这边再放个反坦或者什么之类的。这反坦能走吗？这一路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放。哎，卧槽，上面，卧槽！在此处埋伏一对机枪，他们就过不来了。（笑）啊，我出了两个火箭车。可以压制一下对面的炮兵，嚣张的气焰，实在是过于嚣。OK， 我看到这个了。我操！我的坦克出生点为什么他妈在中间？我操，这么爽！神奇。看到了蔡老板的这个混成战斗
这个营级战斗群通过了华容道。你看这，你看上面，你看上面。我、哦、去，还好去侦查了一下，我操！我操！还好我去侦查了一下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坦克什么之类的？赶紧去回援一下！我操！来了来了！我派一个火箭，我派一个火箭。我还好去侦查了一下。我操！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！火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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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箭！放放放放放放放！快放快放快放！正在放，正在放！火箭正在放，火箭正在放！好，崩掉了，崩掉了，崩掉了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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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上路怎么他妈压力这么大？再出火箭车，火箭车，火箭车。
这个前线的兵你们调到那个桥的两边去补一补血啊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我操，八八炮牛逼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冷，似乎并没有坦克过。哇，牛逼的打到他们家了。戴老板强呀。
你们谁有 Grenadier？ 这个桥上这个谢尔曼旁边有个75毫米步兵炮可以拿，还是说你们已经看不上了？哎，我操！我看到你们北线的战斗了，好吧？我操，蔡老板，你又出这种东西！OK， 都去北线了是吧？我把我的好像是的，看着吧。对，我把我的战术导弹旅派过去。哇，三辆车牛逼了！兄弟们撑住，兄弟们撑住！撑得住，撑得住，放心吧。M1 炮强不强？我操！哇，感觉还蛮强的。我操，这他妈火车能打到我？不是，什么？这他妈他坦克能打到我悬崖上？我操！还好已经快打完了，啊、要不然他打到我们家来了。我们的重兵都在西线，啊，都在东线。西线只有蔡老板一个人苦苦支撑。这个图还蛮好玩的，我本来以为它有很多的过河点，结果发现就一个其实。对，还有一大块沼泽。对对对，要不再打一个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发现这个，火箭打装甲不行，它主要是打步兵用的。对对，它的伤害其实我觉得比较低，穿甲就更低。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什么图呢？
据说这个图很难玩。哦，不对，据说这个图是最好玩的桥图。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就试试呗。打什么都行，看老板说、这个啊、我来者不拒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这是啥图？这是典型的手桥图吧？咱们三个对，可以录呗。我下路，蔡老板中路。早知道我就拉出东德了，可是我还是想突击斧。可是我还是想搞搞突击斧的东西。嘿嘿。300人口啊，我要打成傻逼这一盘，中路要打成傻逼。喂，我这个西德这个中路的防守不大行，我想想怎么办。啊，所以咱们主要是得要中路这个胜利点比较重要。是，对对，右路就你内路那个胜利点可以不用打。对，我也是。拖出东德两个 pack 架起来，哎，就稳了。我操，这人口加的好快呀！我操，是有点。大兵团作战。大兵团。油加的不多，人口加的快。对，油加的不多。
那就 Pentagrenadier 防甲，反甲。可以。就是人少有人少的打法，人多有人多的打法。到底了，我操！潘老板，你那边有奶站吗？没有，但问题不大。OK。但我调一队工兵去你那里，后面帮你修个奶站。问题不大，全。我操，还有一队。没事没事，能打红打红打红。我操，没事，还是问题，还问题还不是特别大。要他们嚣张一小会儿，要他们嚣张一小会儿，我出两个新甲把他们全赶走就是了。我正在往你那边修奶站，那个工兵正在路上。你小心，中间已经全是蝗虫，哦，不是，全是美军。如潮水一般的涌来，刚才就他妈就是，我操，还有机枪，妈的！你不把我的轻甲放在眼里，等会儿。行了，机枪，前面有机枪。英军的机枪。行吧，你工兵跑，你工兵还是跑，我轻甲来处理他一下。那这写个二五三。咱们检查个机枪。我操！Incoming!
人中间全部赶走。是不把我的，我的亲家放在眼里了。这什么？哎，我操！你这个侦察车小心一点。我操，没打中。你这，你运气真的是没谁了。去把那个六磅炮给干了。我操！有奶站啊，牛逼！大老板压力太大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边已经是好吧，养兵千日了，还没用上兵。出上等兵班组就好了，抢了对面一张六磅炮。我滚内的，我操！什么东西啊？没掉。哇，坦克！下敌方中坦，但还好，我还有步兵大队。被打。哇，这坦克不好打。我有一个豹子正在往你那里走。豹子很快就到。我还靠两队工兵来做当 AT 了。太惊了。我操，没打中。
蔡老板，我得把我豹子调走啊！你叫，我中，我中间稍微往后撤两步，他们那个烟一打出来有点淡，有点吓人是吧？他们主要有装甲兵做掩护，我这个、okay. 有一点尖界，尖界，但是我的步兵比他们强。还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掉了一对那个什么，哎，掉了对 AT。我操！蔡老板，我掉了一个火箭到你那里。只有新甲，好，有两，拉出了双 AT。他们大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们打烟，准备他们要掩护他们的那个什么修士。我往这个地方轰一发火箭。对，轰他。下一个。那个火箭比较垃圾，我操！萤火虫，这么多烟雾弹，牛逼咯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的 Panzer Grenadier。
站在了战线的最前面。我帮蔡老板前线再打一发那个火箭。站吧，蔡老板，你待会儿觉得我需要帮你打火箭的地方，你给我。好的。会你给我标一下。会呼叫炮兵支援的。我现在拼命的站终点，然后解决一下敌方的炮兵阵地。好，抢到一个炮。小心下路啊，小心下路啊，小心下路啊。总部站起来。操作熟，我操，是什么东西啊，这里都是。57，看一下中间店，牛逼。
再次明了。我好像把自己人崩到了一下。没事，我已经没有人了，我的人就是坦克。我好像把自己的坦克崩到了，自己人的坦克崩到了。没事。继续出去。弹药不够，那蔡老板，能帮我修一下火箭车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好，修修修修。这几个谢尔曼不都得死？这一瞬间竟然有点卡。四号没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！我操，全是坦克，哎，出一下出三个 AT， 我又不信。是的，上路阵地彻底被攻破。我往蔡老板那里叫了两发火箭，紧急往蔡老板前线调集火箭车。我操，上路怎么能这么多人？哎，我操，上路怎么？我操！哎，是。Daniel， 对 Daniel， 你快把那些坦克啥的都调走。没事，我帮蔡老板协防中路。哦。中路人好多。认真起来了呀。
起来的呀。这个线外也不能走。我操！我操！这火力这么猛的这里！好的，再派人上，我就不信。装备抢下来了，抢下来就跑，装备比较猛。我中路在拼命帮你们那个炮火支援。我的突击火再打一发。打一发就跑，装了逼就跑。我操！我好多东西中间这里，还得开坦克，等我还得开坦克。哎，幺零五炮别走啊！幺零五炮，我又给蔡老板的侧路修。上一个机枪我就不行，我把对面的炮兵崩走了。蔡老板，我在这里给你修个88炮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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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！谁他妈在打我的？去捡他们的，去捡他们的装备。那什么，还有个机枪可以捡，捡了就丢。我操！把这个阵地搞好一点。
操，中间的点还不是我的。蔡老板，你觉得中东需要什么？机枪啊 ，AT 啊，或者什么？就有 ，A 快 ，A 起来 ，A 起来，来来来来来。我操！我画面都已经卡住了，哈哈哈！太多东西在这里了。我现在有三门105炮在向你那里开火。你们这些大炸逼，我操，300人口就炸起来了。现在我正在造第四门。在纠集我的坦克纵队。可以，这个刺刀位。我操，来不及操作了，干！我坦克沙老师要被干死了，我操！哇，好多东西啊，他们这里。哇，坦肩没了，干，三星坦肩没了。哇，损失惨重，损失惨重，损失惨重。哇，五星！我的火箭筒弹打到五星了，我操！这不搞点重型坦克，这打不过。哎，求修一下我的火箭车。好，修修修。我操！哎呦，捡英俊的六磅炮啊，六磅炮啊！我操！英俊的六磅炮啊！我要准备突击了。我操！我往那个中间那个街心花园的位置叫了密集火炮。我突击了。你火炮一轰炸时，火炮那个覆盖之后，我就要突击了。我正在，正在覆盖，正在覆盖。我操！我操！妈的，在两辆虎式的掩护之下，妈的，一定要推进！我操！那这个 Daniel 一辆虎式，我一辆虎式，非得把他们干死。中间太多火力了吧？中间这里，你们看我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这个地方，你们看我，蔡老板，你看我和你阵地之间这个河岸，牛
有点牛逼，我只说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妈的，冲不下来呀、啊！再组织一波，等一会儿我冲。冲不下来，只能说坦克还不够多。嗯，是这样。难以想象，我在你这个区域已经有五门 AT 了。宽大战场，战场宽度太宽了。我又要上来，我要利用突击虎王和虎和四号，加上上等兵班组一举冲下中间的高地。可以，我负责帮你守住下路。对。的掩护之下，蒋老板能不能往这胜利点后面打火箭？我火箭车都被耗没了，但是我有。好的好的，没关系。但是我有六门火炮集火。没关系，一定保证冲下来。突击虎干了两坦克，可以跑路了。我也出个火箭车，这叫什么？叫陆军也出火箭车，第二炮也出火箭车。好，在两辆虎式的掩护之下，中间的点暂时抢下来了。一辆金色的虎式闪闪发光。好，我停止炮击了。停止炮击了，不要动我自己。有一辆谢尔曼过来送死，好好抢下来，抢下来。还是这个我们这是炮兵集群是吗？对啊。怎么？你看我这里河边上，你看我这里河边上，你数数，我105炮有多少门？榴弹炮群，炮口全都指着你们那边，听起来就很吓人。可以，听起来特别吓人。我的炮口全部指着我们那边。我这边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冲下来，六七八九十。十门榴弹炮。我操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地图是夜晚，好吧，刚才我操被炸的傻逼了。敌人反扑了，没事，有步兵掩护。站到坦克后面去，
炮这个 炮兵打得比较准。靠着古王战场啊。靠着虎视加虎王正场子，我操！太艰难了，往后稍一稍。后面还有强大的这个 AT 炮群，还有165榴弹炮群。是的，说的没错。我操！这一个师是以分钟来计算的，我操！淞沪会战吗？我操！不是，是斯大林格勒。一个师的一个师是用分钟来计算的。什么？意思是几分钟一个师就没了是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人员消耗极大。好，兄弟们，我数了一下，我这里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门幺零五。可以，太强了。Daniel 的虎式修好了，又可以去送了。不，又可以上了。大实话，我的突击壶也修好了，又可以去发炮弹了。这个突击壶今天玩爽了。我来帮你们前线看一眼。还是自弹兵牛逼，五个人，那个什么上等兵才四个人，一下就打死了。这个 MMBI 又是，我看到了对面内陆的集合点。在哪？击之下，哇！虎视一人打三个，那不行要拼。我操！对面他喵的拿铁刀炮炸我，我日，不讲武德啊！操他妈鬼刀炮！哦，你对面有这些东西，那就不能怪我的炮兵纵队不客气了呀！哎呀，原来你有这些东西，我操！
哇！咱们俩这大坦克真硬，不愧是重型坦克。我看到对面他喵的不要命的来了一发，我往这个地方饱和火箭一发，四辆火箭车同时饱和火箭。哇！有一个三型炮，看能不能炸死。哎，可以！哎呀，差一点！到了吗？碰到了吗？炸死了！漂亮！碰到了吗？碰到了，轰死了！哦、nice！哎呀，太老管的步兵大队掉了队五星，哎，掉了一队五星兵好像。什么？居然让蔡老板掉了一个坦克？五星步兵。哦，五星步兵，嗨，太亏了，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看一下对面的炮兵在哪儿，我再次调转炮口。OK。这个虎式杀风的，我往这个地方叫，又叫了一个。四发火箭齐射。哎，好像没蹦着吗？我操！再来。哎，崩着了！哎呦，崩着了！哎呦，可以！刚才好像发生了不好的事情。我们可以下次再打这个图吧，这个河边修炮太爽了。我反正没什么太多意见。我操，这个炮太他妈爽了，这个炮打的。我的坦克机群已经从上路杀到了中路。
没了吧？我操，蔡老板这个中路，这个反坦，没了，牛逼！这全部都是以这个，以什么？以虎王作为防御核心和进攻核心。老板说的对。啊不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 Daniel 的，我操。哦，对对哦，对 Daniel 的，Daniel 的反甲大队，我靠。没事没事，我的虎王已经炸了。再出五号，再出四号，妈的！我看到敌人的机枪了，那突击火就要杀疯了这一波。破好几针没了，整个机枪，突击火又杀疯了。怎么这火力太猛了、啊？我操！突击虎玩爽，突击虎玩爽。嗯，十二分的技术。突击虎玩爽了，我操，这三百人口。我很好奇我的炮兵有多少杀伤，究竟？我也想看，但是应该还可以。其实你有点亏，因为你炮兵覆盖的那边好像装甲比较多，都是坦克。没事，主要支持到这个蔡老板中路作战就好。嗯，我那个下面我是直接在八八炮旁边修个奶站，所以他可以自动给八八炮的那个人员加血，就是我就可以不用担心他那个气手那个炮位。我的底下是两个八八炮，两个那个 bunker 水泥 bunker， 然后一个火炮，然后再加两个那个火箭车，然后还有几对机枪，还有两个 panzer grenadier 带火箭的那种，基本上就可以守住了。因为我发现 panzer grenadier 打装甲特别好。嗯，没错。但是他这个九十一血比较薄，对，这个确实是。most valuable 是八八炮，然后我居然是四号，不是虎狮，我以为是虎狮。虎狮打得慢呗。嗯，我这个。所有的炮兵一共杀了步兵80个，还有11个装甲，还行。我的是那个火箭筒发射器，火箭发射器。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那个就是西德的那个是吧？啊，那个很垃圾的，那个很垃圾。那你说的火箭发射器是啥？就是西德那个很垃圾的东西、哦、但是我觉得西德的是不是打得远一点啊？没有没有，他就是灵活一点，然后可以撤退，就这样是吗？对，哦，他可以进房子、